基隆市正滨路121-16巷滨海山坡地的91户违章建筑，是来自台东花莲的三包新建的。市政府为了解决他们的困难，决定拨地兴建三包新村。曾经一再的澄清省政府以后，农民厅终于同意开放东势坑段60-35号的2公顷保安林地来新建三包新村。 市政府今天表示，等林务局测定界域以后，将依法办理解除保安林地的手续，三包新村就可以及时施工了。